海外的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ICAC 陸志廉。反貪從未停止，10月31日終極一戰，我在戲院等你。大家好，我是 G-Lam。 今次在 G 風暴入面會帶給大家更多槍戰和大規模爆炸驚險場面。 ICAC 全員集結 Action。 Hello 各位海外的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黃宗澤。反貪風暴最終章一定要看、ICAC 全員集結最後一戰 Action。 廉潔咪必然，好多不法分子利用贪污嘅行为掩护各种非法嘅罪行，严重威胁香港嘅治安。直至1974年，香港廉政公署成立，喂，先生，咩事？ICAC。香港、日本及韩国都是他们贩卖人口的输入。呢单 case 唔单单净系海关，仲牵涉埋入境处同埋海事处。快啲搵人搞掂嗰班收我哋钱嘅官员。冇咩唔沉重嘅交易记录，牵涉嘅人可能更加多。单嘢到底你有冇份？走。ICAC 咧，其實民職嚟噶嘛，又揸槍又著避彈衣咁樣，007咩？